到任何问题，老师会出现在你旁边替你解惑。圣君与其他补习班最大差异之处在于，我们提供高二、高三混合在一起的补考班。暑假期间，高二、高三分开授课，目的在于厚实大考实力，强化单字、文法、句型、翻译、作文五大项。在开学之后，我们高二、高三混班考试，目的在于提升临场感，增强你的考试经验，让你在考场上无往不利。另外，高一课程也在热情招生中哦。如果对我们课程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打开旁边小铃。不是啦，是来柜台询问课程，欢迎加入我们圣君这个温暖的大家庭。